长乐股长911洋葱，我身份证刚放在搭飞机那里。我们交通船要上船都是要身份证的。找到了吗？联络不到，他们每个都没接啊。好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欧弟，你就跳上来就好了。哎，看你一点呐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没胡啊。我们现场有没有单身的男生或是女生？举个手可以吗？哦，整桌单身，那全部都站出来。单身的朋友都集合了吗？排成长长一条。哎哎，我讲错了，是男生站一边，啊，女生站一边。你刚说你是男啊？第一次主持这个配对的节目啦。哎哎，怎么又来了？走开，不行。哎哎，不对不对，去，你把门打开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只是哪里的？等一下，我觉得兔子的私生活有点乱。应该有一只要把它隔开吧？不知道是哪一只啊？出来啊！哎哎，不行，打架！哎呦！10月8日起，每周六晚上8点，欢迎光临，等你来加一，一定要收看哦。